好，现场的观众拿出你们的掌声和热情，欢迎蓝角选手阿比莫海麦德。哇哦 ，Let's warmly welcome the Mohammed. He's from France. He's 32 years old. He stands 186 centimeters tall. His career record is 99 wins and 12 losses, 2 draws. 哇，我们看这个穆罕默德在上场之前，他心里边在祈祷啊，他在想今天的比赛要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制服对方。好，那我们也同样来了解一下红角选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红角选手登场，红角选手摩瓦斯夫阿纳托里，俄罗斯人，今年27岁，身高178厘米，职业战绩19胜2负，5次 KO， 他是世界上最早的踢拳组织 WAKO 的冠军选手。摩瓦斯夫阿纳托里 is from Russia.He's 27 years old. He stands 178 centimeters tall. His record is 90 winners, 2 losses. 来自我们的战斗民族啊，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呢？今天咱们的赛事应该说不但参赛的选手级别非常高，而且奖金非常的丰厚。是的，在这里我们要着重跟大家提出一下，咱们这个赛法斗冠军的奖金将达到3万欧元。哇，非常的是啊，想着这个估计点钞机，估计点钞机又点坏了，烧坏了。没你什么事儿了？对，没我什么事儿，我只是羡慕一下而已。那么咱们这个功夫全能器的冠军的奖金总共可以拿到5万欧元，也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么赛法斗呢，我们的比赛规则在半决赛是进行3回合，每回合2分钟的比赛。而且你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每一个选手的眼睛里面都已经开始冒了火花了？对，目光炯炯。好，我们来请出裁判吧。好的，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裁判布鲁诺，赛法斗国际级裁判，来自法国，有请。 Inside the ring, in charge of the action, we have a referee, Mr. Bruno. He's from France.Welcome you.教授李俊峰指导和我刘璐为大家共同带来。赛法斗的比赛一共有2分钟啊，对，肯定打半决赛要打3回合。对，好了，可能在比赛刚一开始这种白热化，从这边的选手来看呢，就是南方选手呢在身高上应该有一定的优势。对，这个赛法斗这个装备给大家说了，它这个有点类似摔跤鞋，但是它的这个有加固的地方。对，这个脚尖和脚跟是加固的。对，它这个跟和其他地球搏击手是不一样的地方。看来双方现在是拳来交往，打得非常激烈。一个转身的腿法。
目前来看，迪亚比呢应该在场面上比传统的翅膀还要多一些。对，迪亚比他这个身高臂长嘛，他可以好好打控制，如果他这个前腿精准的话。他们发觉这个他的对手，俄罗斯人阿纳托里·摩瓦斯夫，非常的悍，非常勇猛啊，不断的迎拳，哎，这记直拳击腹，哇，漂亮，好，打中了下巴。对，摩瓦斯夫呢，他的战术应该往里面钻，往里面进，这样呢就短剑能交下门了。没错没错。击到了那个围城圈上，围城边上。这个下巴斗呢又被称为法国拳击。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运动员们在一场比赛当中，很多时候他转转挥的次数是上多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比赛开始。这个赛法斗这个项目应该跟我们的散打不太一样，对，它主要注重拳头的攻击，对。那双方选手打的确实都非常的顽强，摩瓦斯夫啊，看到你这个拳呢。力道比较重，当时高扫地非常不错啊，现在呢，你感觉这个穆罕默德是处在守势，而摩瓦斯夫攻势挺猛的，哇，这个类似这个泰拳，这个踩的这个扫地，这确实是一场世界级的比赛，双方运动员的拳力都非常重，对，攻击的密度也很大，而且刚才我也给大家提过了，他们这个鞋的这个头啊是硬邦邦的，对，这个挨上一脚可是吃不消啊。而且他的如果蹬到肋骨上，一般都受不了。在萨卡斗的规则当中呢，是不允许用肘和膝的。哎，哇哦，失重了，这个是他自己是不是失去重心了？是吧？太懂了。刚才因为我没有看见他，摩瓦斯夫他是击中了对方。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次的东部世界杯赛法斗的比赛。如果得到冠军，总奖金将达到30,000欧元，所以每一位选手都是拼尽了全力。好看这个扫踢也非常有力，一个下场的招式。看来从第二局开始啊，俄罗斯又增大了进攻的力度。对，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民族是战斗民族，他这个运动员的拳头也非常重。哎，一个高，后面难道会 KO 了吗？这个裁判在读秒，哇，这个摩瓦斯夫实在有点太大意了啊！这个虽然说两边相遇者胜啊，比赛结束了。啊，这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而且呢，这个比赛的结果也让人意想不到，因为这个俄罗斯的选手刚才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还说，他比赛当中一直占据着优势，没错，但没想到被对方这穆罕默德这个拦脚选手，一个高鞭腿，就一下子把这个优势给逆转了。这就是比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可预见性，而且是一锤定音。我们看到俄罗斯选手确实比较遗憾感觉，而现在的咱们的
赛事总监呢还在紧张的进行着统计，当然这场比赛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没错，但是我要说，在我们的拳台上没有失败者，我希望所有的朋友把掌声送给两位选手，好吗？好，谢谢各位的热情啊！这只是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场啊，后面还有不少的压轴大戏呢。好，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的裁决。Blue Corner, Diaby.